RPG 三十，哎，怎么什么定 RPG 我什么卖完，六八八八七三那个。对啊。卖卖。对啊，那你怎么卖？你得弄好呀，哎呀。是这样的。先别。现在我也想卖完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。那今天是这样的。你最好今天日记里面来了，到时候开始。就是开始那个机柜嘛。